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泳儿。大家平时用完的胶樽会怎样处理呢？其实呢，如果啲胶樽回收之后再做呢，是可以再次发挥它们的功能的。今次 WTC More 世贸中心和环保团体绿色地球合作，在场内边呢摆设了很多的胶樽回收站。大家呢记得用完啲胶樽之后抌返到这个回收站，为环保出一份力。